够，你有太多的理由。勇敢向前走，你有很多的借口。潇洒跳个舞，今天你是主角。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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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牵小手，向着快乐，向着幸福，向着阳光，向着明天走。大手牵小手，向着三友走。大手牵小手，相伴到永久。电视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特别节目《唐风宋雨润三友》。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省宜昌市，这里呢就是距离宜昌市10公里左右的美丽的三友洞风景区。今天和我们共同主持的还有两位宜昌的小朋友，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和美丽的家乡。大家好，我叫黄怡可，是宜昌市五家岗区龙中路小学5年级的学生。宜昌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拥有2400多年的灿烂历史，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屈原、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故乡，是三国故事的重要发生地和长江三峡起点。大家好，我叫于子怡，是宜昌市五家岗区龙中路小学1年级的学生。宜昌依长江而建，万里长江穿城而过，是三峡大坝、葛洲坝等国家重要战略设施所在地。顺着我的手往那看，就是葛洲坝大坝，所以宜昌被誉为世界水电之都。据说啊，三友洞的名字呢有两个典故。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唐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曾同时游览过此洞，人称前三友。到了宋代啊，三友洞的人文荟萃、文化张扬鼎盛时期来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曾同游此洞，人称后三友。接下来让我们在三友洞一起走。
是长江中游在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条支流，至今被人们称为土家人的第二条母亲河。河上飘出的山歌高亢悠长，朴实优美，在清江河上空回荡。青青的山是屈原的代表作品之一，全诗374句，共172个提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精深的内容，更以层层设问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于世界和自然的认知，也反映了屈原大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天问》这首歌曲就是根据屈原同名诗歌创作而成，抒发了对屈原上下求索精神的赞美和传承。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九千之计，安放安孰？东流之意，谁知其故？Thank you.
美丽的三游洞啊，有很多历史名人呢在这里探访游览，赋诗作文，挥毫提笔，可以说呢为三游洞积聚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跟随着菊萍姐姐美妙的歌声，一同走进如诗如画的三游胜景。山下烟雨中
三游洞不仅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宜昌城市的文化符号。千年石洞三游洞已有1200年的历史，风光绮丽，是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千百年来，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等诗人相继来到三游洞，以诗词歌赋盛赞长江三峡的绝美风光，并在西陵峡镌刻了三峡地区规模最大的摩崖石刻群，成就了三游洞诗歌圣地的美誉。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到这里，重温沉淀在峡江山水之中的浓浓墨香，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小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溶洞岩壁的情况。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唐武纪时期啊，那个时期的石质岩层呢，更多的是石灰岩。石灰岩是什么样子呢？来，你们看一下，看看这里的山壁，溶洞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石灰岩，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卡斯特地貌。小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这个溶洞大吗？大那这个溶洞里面呢，曾经来过很多很多在你们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比如从唐朝开始，你们应该知道有白居易大诗人、白行简大诗人、元稹啊，他们三位来到这个洞穴以后呢，就吸引了后世的历朝历代的文化名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这琳琅满壁的这些摩崖石刻，带领你们从书本走到现实，来了解贯穿1200年里面历朝历代文化名人和三游洞之间发生的故事。好，小朋友们，来，我们往这个方向走了。走到内室，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强烈的这种光线明暗的对比？有。对，这是一个对非常幽暗的内洞。我们现在呀来到的这个三游洞主洞里面，我相信大家到目前为止可能心里是不是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溶洞要叫做三游洞呢？是啊，对，这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通过一块碑刻来回答大家心中的这个疑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块碑刻里面所讲的内容。平淮西之明年冬，在唐朝时期呀、唐朝第十一任皇帝宪宗李纯时期发生了一次节度使叛乱，那么呢派出了大将李肃雪月破蔡州之后平定了这次叛乱，大诗人白居易和大诗人元稹重新得到了朝廷的启用，所以啊朝廷把他们派驻到新的地方去任职。3月10号的时候呢，白居易和他的弟弟是大诗人叫什么？白行简。对，他的弟弟白行简一同赴任，乘船途经夷陵，偶然在我们现在长江主航道这个位置会面了。那会面以后呢，人生有古代讲四大幸事，其中有一幸就是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三位啊，他们作为至交好友偶然相遇之后呢，游兴大发，于是他们泛舟下劳溪，在夷陵江上突然听到了山泉水的声音，就想去找一找这股泉水在哪里。这三人呢就带着仆夫一路清除杂草，割除障碍，顺着这个崖壁呢来到了这个洞穴里面。这三位大诗人呢就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溶洞里面呢停留了3天3夜啊。对，晚上他们就在这儿睡觉。然后呢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洞穴的景观呢非常非常的漂亮，四周围的景色呢也特别的迷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溶洞叫什么名字啊。这是一个天然的溶洞，在他们之前没有人来过，也不知道叫什么。后来呢他们就提议，因为他们三位一同游览了这个洞穴，所以把这里叫做三游洞。来，序文里，对，你看序文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又以吾三人始游，故应名为三游洞。他们三位是最开始共同游览这个洞穴的，所以叫三游洞。从那个时期开始啊，三游洞就成了我们夷陵地区的一个文人墨客心目中的文化圣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这里呢就是我们三位大诗人的雕像，位于中间的这一位呢就是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在他的
左手旁是他的至交好友元稹，那在他的右手边呢是他的弟弟白行俭啊，这就是他们三位共同游览三游洞的这种形象。来，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呀从内室又来到了外室，你们可以往整个溶洞左右两边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感受到肯定是光线非常的明亮，好刺眼。对，其次呢，小朋友，前面我们讲了三游洞的文化历史里面呢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刚刚你们答得非常好的，在唐朝时期这三位大诗人开启了三游洞的这种文化圣地的名号。那么到了宋朝以后呢，又来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前面你们有提到一门三父子的苏洵、苏轼和苏辙。对，那么历史上呢我们把这一门三父子啊称之为后三游。当时呢苏轼啊还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诗，这一块碑刻呀就是我们称之为后三游的苏轼所创作的一首诗。他说：冻雨霏霏半城雪，游人饥冷苍苔滑，不辞斜背眼底眠，洞口云深夜无月。以千年文化聚首，握紧未来希望的小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宜昌，驻足宜昌，爱上宜昌。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是一首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表达了诗人与好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菊萍姐姐，这首诗我还会背呢。哦，那你给我们诵读一下吧。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背得可真棒啊。那如果用儿歌的表演方式来展示出西出阳关，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请欣赏。阳天。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南来的燕子衔来春天的故事，多情的春雨轻扣着雨季的心事。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们将会跟随着贝尔之声的小宝贝们一同走进三游洞，感受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满皇都。我是春天，我是美丽的，我是春水涧中的第一声鸟鸣，我是杨柳枝上的第一颗新芽，我把世界装点得如诗如画。你听，两个黄鹂鸣翠柳，你看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是春天，我是快乐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细叶迟迟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是春天，我是孩子们的乐园，草长莺飞二月间，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我是春天，我是生命的起点，我们是刚落地的娃娃，我们是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我们是健壮的青年，我是春天，我是春天，我们是万紫千红的春天。2019年是三游洞命名1200年，歌曲《一千年的守候》就是为了纪念三游洞命名1200年而创作的歌曲。三游洞天，每一处石崖都汇聚了大家风范，每一个石阶都布满了诗圣吟唱过的痕迹。三游洞的石崖碑刻呀，记录着古人的足迹，像是千年的守候，等待着历史的品读。历史也赋予了三游洞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我们会把这种精神一代代的守候下去。后三又为你叩首，一代
回首，欧阳修把你咏叹，卢芳翁为你寄舟，一世世的文章一宿，为你撑起，为你弹咏。磅礴看今朝，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特别节目唐风宋雨润三游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全国的小朋友到我的家乡宜昌来做客，我在美丽的三游洞等着你。大手牵小手，下次再牵手。